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羽田机场上飞机前必买的烧肉卷，这家惠比寿烧肉千篇肉是我最推荐的羽田机场美食。它吃起来有一点点韩式的口味，可是又是日式的烧肉，所以非常的搭。在飞机上拆开来吃它的时候，就是这趟旅行最完美的 ending。还好有买，